男人戴着防毒面具躺在地上，双脚作为支撑且拉开了弓箭，弦上还有蓄势待发的箭头，而他的目标正是前方觅食中的野猫。即便他很是警觉，可还是没能逃脱男人的猎杀。 眼看野猫已经无法动弹，男人这才来到他的跟前。随后提着野猫就此离开。而这就是末日题材电影《爱丽之书》。在未来的世界里，战争导致大气层遭到破坏，太阳直射让无数的人类死去，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存了下来。然而幸存下来又并非幸事，由于地表环境十分恶劣，大部分城市已经沦为废土，幸存者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，暴力血腥的掠夺世界时常会在贫瘠的土地上发生。为了让世界重回文明秩序，男主艾丽带着使命一路朝着西方前进，在路上他会搜寻可用的资源，也只有这样，他才能 能活着到达目的地，打开其中一扇房门，眼前惊悚的一幕让艾丽也是吓了一跳，但也只是短暂的几秒而已。毕竟这种情况已是习以为常。随后上下打量了一下尸体，发现他的靴子貌似还不错。随后迫不及待将其换上，并在原地高兴的跳起了舞步。有了满意的可用资源，接着在房间升起火堆，而开头猎杀的野猫也就成了此刻的果腹之物。其中滴落下来的猫油还能防止因暴晒而导致的嘴唇发裂。如此每餐一顿过后，艾丽拿出随身听，带上耳机享受美妙的音乐。随后又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籍，这是他 每天晚上的必读之物，也是支撑他一路西行的动力。如此一夜过后，他被刺眼的阳光照醒，起身看看随身听，发现电量已是消耗殆尽。为了补充电能，他穿上衣物继续前行。然而路上却是遇到一个求助的女人，女人的推车坏了，想让艾丽帮忙维修，可艾丽并没有选择答应，哪怕女人搔首弄姿脱掉外套，依旧没能打动艾丽的心。这不是她不愿出手相助，而是她知道这就是一个陷阱。果不其然，几名壮汉见艾丽不上钩，不得不出来用武力威胁。他们想要艾丽身上的背包，但艾丽并非是个软柿子。如此一番 解决完这帮强盗，艾丽继续一路西行，转眼她来到一座小镇，这里虽然破败不堪，可却居住着不少的幸存者。然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市场，推开一间房门，这里是小镇唯一的杂货铺。为了能给店凭充满电，艾丽需要用物资来抵充报酬。只是充电需要数个时辰，不得不在小镇稍作停留。加上随身携带的水源已经不够，为此她又来到对面的酒馆。然而她一个陌生面孔引起不少好事之徒的注意，可艾丽对此并不在意，她拿出水壶来到吧台，想要将其灌满。然而在等待之余，一只宠物猫出现在吧台之上，艾丽 只是轻轻地推了一下，不光惹得猫不爽，就连猫的主人也要揍他一顿。那只猫来这两年了，它比你更有资格待在这儿。我不想惹麻烦，真可惜。艾丽并非暴力之徒，全因路上见过此人滥杀无辜，这才出手教训他一顿。只是在这里出手伤人，一旁的小混混可不管那么多，围住艾丽要他付出代价，那他只能是选择大开杀戒。 艾丽的大杀四方引起了帮派老大卡耐基的注意，他看中了艾丽的身手，想要将她招入麾下开疆拓土。可是艾丽没有选择妥协，她的使命是一路向西，不会因为名利就此放弃。然而卡耐基为人比较圆滑，他让艾丽在酒馆住上一晚，考虑一个晚上等明天再说。随后把艾丽送进一处房间，并派来手底下最漂亮的妹子索拉。这是想用温柔乡挽留艾丽的心。可艾丽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，她岂能被美色给迷失了心智？想要将索拉给推出门外，可她确实央求着留下来侍寝。原来索拉还有一个失明的母亲，一直被卡耐基 攥在手里。如果就这样被推出房间，他母亲就免不了一顿毒打。得知事情的真相，艾丽只能无奈将其留下。只是索拉无意发现床上的书籍，加上艾丽紧张的神情，这越发勾起她心中的好奇心。她想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，但艾丽并没有直接告诉她，而是让她在餐前跟着自己一起祷告。只是对于几乎断了文明的索拉而言，她并不知道这就是圣经里的内容。而床上的那本书就是圣经，也是如今世界仅存的孤本。艾丽之所以一路西行，目的就是要将它送到安全的地方。有了这番举动过后，两人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。 带早晨索拉来到母亲跟前，他又把学到的祷告交给了母亲。一旁的卡耐基看到这一幕，他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为了得到艾丽手上的圣经，他急匆匆来到其居住的房间，这才发现已是空无一人。而此时的艾丽拿回电瓶，正在他要打算离开之际，却是被卡耐基拦住了去路。我是说，我想要那本书，还有你。为什么？想要？那本书伴我长大，我了解它的力量。如果你看书，你也了解，所以战后他们把那本书烧了。
活着就是一种信仰，建造这座城市更是一种信仰。想要做大做强，文化信仰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。卡耐基想利用这种信仰之力，让更多的人为他卖命，但艾丽岂能如他所愿？果断拒绝过后，随即转身离去。如此就消耗了卡耐基最后的耐心。开枪啊！该死！ 霰弹枪无意击伤了卡耐基，这让小弟瞬间没了战斗之意。加上艾丽的枪法十分了得，心腹光头自知不是对手，还算聪明的他让艾丽就此离去。只是还没走出多远，索拉却是追赶了过来。他征得了母亲的同意，想要跟着艾丽离开这片是非之地，但艾丽并不想带着他，因为他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。为了能留在艾丽的身边，索拉带着他来到一处隐蔽的水源之地。虽然是装满了水壶，可艾丽反手就把他锁在了里面。不是他忘恩负义，而是前路漫漫带着女性真的不方便。然而艾丽离开后不久，脱困的索拉却是再次追赶。 女人独自行走在路上，可一旁却是传来求助的声音。热忱的索拉看了看情况，于是决定上前询问一二。我没事，你走吧，我会没事的。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真的，我很好，我要找男人帮忙。不是你，你快走吧，快走吧。 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，可惜索拉没能理解意思。女人还想小声挑明用意，一旁却是走出几名彪形大汉。当索拉发现之时，可是此时已是为时已晚。他被几名汉子拦住去路，接着又被拖进了管道之中。哪怕索拉拼命挣扎，但却是一点作用也没有。就在汉子要脱了他的衣服之际，好在救星及时现身。 要不是艾丽的出现，索拉估计就要交代在这里。有了此番经历过后，索拉或许会明白一个道理：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由于他铁定了要跟随艾丽，艾丽也只能无奈的带上他。然而两人离开后没过多久，卡耐基却是循着踪迹追了过来。这次他携带了重型火力，势必要抢夺艾丽手上的圣经。只是艾丽此刻并不知情，一路行走之余，还不忘到处搜寻一些可用物资。在这片荒凉之地，眼前破旧的房屋是独一份，就当两人靠近之时，一旁竖立着禁止擅闯的标牌。可惜艾丽并没当做一回事。 两人来到破旧房屋跟前，这是想搜寻可用物资，但为了安全考虑，艾丽提前拿出霰弹枪。可发现房门居然被反锁，就在她试图打开房门之际，危险却是在朝她慢慢靠近。你们是谁？ 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高明的陷阱。房屋主人就是用守株待兔的方式，轻松将艾丽两人拿下。看着两人也不像坏人，于是邀请艾丽进屋喝茶。如此两人算是暂时得以脱险。转眼老太果然端来几杯热茶，可奇怪的是她的手总是抖个不停。艾丽看在眼里，但她并没有直接说明。随后在一番交谈之中，发现老头是个设置机关的高手，不然无法在这末日世界存活。他为了展示自己的厉害，特意带着两人观看后花园。只见这里有着十几个小坟包，埋着的都是想霸占房屋之人。一番得意过后，老夫妇率先进入。 房屋，艾丽这才小声告诉索拉实情。你走了，这些人都是被他们杀的。不仅杀人，还吃人。他的手在发抖，人肉吃多了，走吧。我找到点肉，希望你们饿了。不饿，不用谢谢。那么我们该走了。这么快？是的，我们得走了。你们确定不留下来吗？我确定，非常确定。把枪放下。 本以为能就此离开，可发现更大的敌人已经追赶了过来。不得已，二人又返回屋内，而老头也是个明白人，知道敌人来者不善，于是拿出家里储藏的武器，这是想以此消灭来犯之敌。然而赶来的卡耐基先礼后兵，他现在只想要艾丽手中的圣经，只要乖乖配合，保证不会发生任何伤亡。艾丽见他既然想要圣经，于是扔出一本书籍一样的物体。当心腹捡起后，发现这居然是一个改造后的炸弹。放下！放下！ 一时间，双方在原地交火，只是各自都有抵挡之物，但破旧的木屋并未难住火力更加强大的卡耐基。只见光头拿出火箭筒，只是一枚火箭弹射出，房屋就被炸出了一个窟窿。运气不好的老太被直接炸死在原地，但这还没完。只见卡耐基又现出重型火力，随着机枪的不断扫射，密如雨点的子弹便朝着几人射来。其中老头还想替老太报仇，可惜他并未如愿，反倒被数枚子弹击中身体。 就是在如此强大的火力之下，艾丽压根没有反击之力，不但被卡耐基活捉，还被他夺走了圣经。在离开前，又赏了艾丽一枚滚烫的子弹，随后带着小弟就此扬长而去。只是他们不该带走索拉，虽然他与艾丽结识的时间不长，但艾丽好歹救过他的性命。为了能返回搭救艾丽，他偷偷勒住司机的脖子，如此便导致车辆在道路上侧翻。
看着卡耐基掉转的方向，索拉及时抛出一枚手雷，虽然被卡耐基及时闪避，可身后的车辆就惨了。索拉知道敌不过卡耐基，不得已他驾驶车辆急忙逃离，而卡耐基见圣经既然已经得手，加上汽油不足以追击索拉，索性也就放弃了追击。而索拉返回刚才的小屋，发现艾丽不在原地，于是他果断一路朝着西方前进。没过多久，果真找到了他。虽然他腹部中了一枪，但他心中的执念让他继续朝着西方前进，要不是索拉及时赶到，估计他很快就会死在这路上。经过对伤口一番处理，艾丽的状态也恢复了一些，但眼下没有医疗条件，他只能是苦苦支撑着一路西行，也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。荒凉的土地迎来了些许的生机，直至车辆来到金门大桥，在断裂之处被迫停止了下来。艾丽看了看不远处，嘴里不断念叨着：“就是这里，
上，这导致他所经营的小镇被他人吞并，等待他的结局将是异常凄凉。爱丽之书上映于2010年，这是一部夹杂着动作场面的宗教片。丹泽尔华盛顿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他特意减了50斤的体重，其中几场打斗的精彩场面更是向李小龙的弟子拜师学艺而成。对于这样一部末日题材电影，你认为是否值得一看呢？